不同主播去年同美食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吃肘子烫饭。就喜欢这种黏糊糊的烫饭。一个小鸡腿刚烤出来的，还有点脆，这个鸡里面超级的嫩，看到了吗？骨头直接让我剔起来的哟。我腿上的肉就是看着黏糊糊的面条子，馋不馋？这一口真绝了，太满足了！这一口面甜口的，一点都不苦，黏黏糊糊的，太带劲了。太爽了，这里面还有那个肉丁和土豆和在一起，这个口感太好吃了。